在下個星期的17號星期三早上8時半至10時半開一節，還有亦希望如果都還有19號的星期五呢，就因為沒有內會呢，就由2時半開到6時半。這個呢當然它就是假設我們是討論不夠時間討論那幾個議程，所以呢就所以政府呢就個信嚟咗，咁我亦都同秘書傾過，咁我亦都同意咗，如果我哋有需要加會嘅時間呢，我哋就會喺嗰兩日同埋嗰三加多三節嘅。政府好明顯要求我哋加會議，咁我就睇唔到佢係撤銷啦，撤銷就唔使加，加就唔使，唔諗住去撤銷，起碼呢一分鐘，遲下佢會唔會呢？我唔敢講。